你今天的造型很酷哎，来转一个圈，加油！谁帮你选这个衣服的？妈妈。妈妈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哦。妈咪为什么会帮她选这套衣服呢？很酷哎，配合今天的主题。妈咪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打扮呢？因为她很想来参与，她这个是第一次来参与的。头发谁帮你绑的呢？爸爸。用了多少时间来绑？2-3分钟。两三分钟，哇！你喜欢爸爸绑的头发吗？喜欢哦，很漂亮哦。哎，爸爸还会整理衣服呢。妈咪用了多少时间帮他们打扮？半个小时这样子啊。半个小时这样子，然后爸爸做了什么？啊，做 driver 驾车来啊。爸爸用 driver 用了半个小时打扮三个小瓜吗？啊，对啊。哇，你们喜欢吗？是他们选的还是你帮他们选的？他们自己选衣服。你们自己选呐、啊？这是什么衣服？茉莉公主衣。茉莉公主，来转一个圆圈，一二三，转圆圈。茉莉公主，来，你为什么会选这件衣服？我没有其他蓝色和金色衣哦。所以你喜欢这个绿色是吗？妹妹嘞？因为一个，谢谢爸爸妈妈。因为一个做 driver， 一个打扮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天你的打扮是谁帮你打扮的？妈咪。妈咪用了多少个时间来装扮呢？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，然后帮她绑头发，还有化妆。哇，好漂亮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妈咪把你的这身打扮吗？喜欢。这衣服谁选的？妈咪。也是妈咪选的。哇，你们好像是一家的这个亲子装哦。